周小姐，无情，你这个女骗子，你来我们家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还想来找大志啊？不是，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他谈过了。昨天晚上？你们又见面了？你们还在联系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好吗？你别误会。快点走吧，现在不走我报警了。你个女骗子，你还敢来我们家？你是不是想让我打电话报警抓你啊？我来是想跟你们所有人说对不起的。对不起，周小姐，我知道因为我的失误，让你们两个人关系不和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哟，你得了吧你，谁会相信你是真心道歉呢？我看呐，你是想把我们这个家搞得天翻地覆，你才满意是不是？就是啊，你害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你还来干什么？所以我是真心来跟你们道歉的，周小姐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这样我的内心也能好过一点。你的内心会好过一点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？你把我害成这样，你这么骗我们，你还想我怎么信你啊？我承认，当初是我给大志下了药，然后我男朋友把他带进了酒店，可是大志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任由我们编故事去敲诈他。我不信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大志真的是很单纯的人，所以我们俩说什么，他就全认了。我当初还在想，怎么会有像大志这么傻的人呢？你这个女人，大志吃了你的亏，你还这么嘲笑他。雨乔，大志真的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在酒吧，他整个人醉得像一滩烂泥一样，可是他嘴里还在念你的名字，我看了以后心里真的非常难受，所以我希望我今天来能为你们两个弥补点什么。哎呦，真会演戏呀！你继续演。我没有在演戏。那个男人他把我打了一顿，拿着钱就跑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你活该。对，我活该。我想这就是报应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，真的。雨乔，你不信我没关系，但是你一定要信你的丈夫，因为我想可能以后就真的没有那么爱你的男人。
王勇。哎呦，稀客呀，是孙夫人。你们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我们这小店啊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好，来来，平安呢？哎，平安，平安。哎，来了，平安，你爸来了。平安，爸，夫人，我今天刚进厨房，一切都挺上手的，可没把本事给忘了。你的才华绝不只是在厨房里面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平安这小子脑子特好使，什么事儿经过他大脑一转，肯定会有答案的。是吧，王叔，你太夸张了，哪有啊。平安啊，是谦虚有礼貌又有本事，像这样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。是啊，你看看白象面馆是远近驰名啊，这网络上又卖得有声有色。平安，我真的是佩服你呀。哎，孙夫人，我不夸张地说，我们家这面在周围的面馆里它属这个这个。要不然我做两碗给你们尝尝。我吃过。是啊，真的很好吃。不一样的，那我做的就更不一样了。哎，要不都尝尝我做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坐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夫人来。看看这儿生机勃勃的啊，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希望。不像我们餐厅呢，接二连三的出事情，每个人都是暮气沉沉的，这生意呀，一天比一天差，日渐走下坡。哎呀，我想起来啊，心里真难过呀。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，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有起色的。现在是雨辰独揽大权，我呢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顶替他的位置。哎呀，想到这儿心里真的很烦。雨辰怎么了？他不合适吗？他这个孩子心术不正，他靠着威胁仲瑜才坐上了总经理的宝座。平安，你当初跟雨辰分手真的是因祸得福啊。你看看，娶妻娶德，子阳娶这样的老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平安，我这心里有个愿望，也算是不情之请啊。啊，夫人，您别客气，请说。我想呢，你如果可以担任我们餐厅的总经理，那我们的生意……啊，面馆这里还需要我，我不能够就这样丢下他们不管。夫人，很抱歉，这个忙恐怕我现在帮不上。雨辰，我该吃药了，倒水给我。你没看见我要出门去上班呢？你在家没事干，干嘛指使我呀？要喝水不会自己去倒啊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是看到我现在什么工作都没有，看到我失宠了，所以就瞧不起我了，是不是？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全都是你害的。别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你以为这样大家就会同情你，让你回到酒店啊？休想！是谁疯疯癫癫的？你才是疯子呢！你是疯子，你是疯子，你疯子！够了！疯子，疯子，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再不恢复正常，别说回到酒店上班，能不能在这个家待下去都成问题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雨辰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什么态度？你在跟谁说话？她好歹是你婆婆呀。我真不敢想象你当初是怎么威胁她的。来来，吃药，吃药。好好好好，来来，吃药吃药。爸，好好好，爸，我没有威胁吗？来来来，
这样吗？我是为了董事长，为了保全他的证据我才录音的。我正是因为看到她是我婆婆，所以我才忍着，我没有揭发她。爸，我跟你都是一样的，咱俩都是见义勇为。你见义勇为？你是表里不一，阳奉阴违。雨辰，我们家一直在包容你，给了你机会，让你重新回到这个家庭。没想到你非但不知道悔改，反而还变本加厉。你这样对待你婆婆，你现在很得意了是不是？啊？来，吃药了。我吃过了。没有，没吃。我刚刚吃过了。没有，要在我这儿。来，看看啊，有几颗呀？来，看。哎，九颗。没有，三颗。来，吃下去。你说突然把咱们找回来，是不是公司内部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对啊，有可能。不过你们待会儿要少说话，听听他怎么说。好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姚总。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们呀？啊，大家都到齐了，今天的会议呢，就由我来主持。今天的会议会请厨师长鲁明江山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我们餐厅对你们做出不公平的对待，致上12万分的歉意。我愿意出比你们原薪资高出20%的工资，再聘请你们回来。中海盛庭苑目前啊，群龙无首，必须要有人撑起这个餐厅。所以，我预备自己出任董事长，希望各位同仁能陪我度过这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给各位报告，因为我们餐厅的事务比较繁忙，所以我特别聘请姚浩谦担任我的特助，帮我们解决事务上的很多问题。最后，周雨辰，请你离开总经理的位置。奶奶，这个处分是不是太重了？今天的会议我们就到这儿结束。
奇怪，我的高跟鞋怎么不见了？妈，你找什么呢？高跟鞋，我要去上班，我的高跟鞋怎么找不到了？妈，你找鞋干什么呀？上班啊，我要迟到了。妈，妈，怎么回事？真是奇怪。您慢慢找吧。仲瑜，我要迟到了。仲瑜，我要上班怎么办呢？仲瑜，你要去哪儿、啊、办呢？妈，我要上班，我要上班。不行，你的病还没好，要在家里面休息才行。谁生病了、啊？这餐厅没有我怎么可以呢？不行，我要去上班。不，我要去上班。妈，你之前感冒发烧还没好呢，要在家里面好好休息。不行啊，我自己要以身作则，我绝对不能够迟到的。我，妈。听话，妈。我去餐厅是要，啊，找厨师长，我是要跟他讲，是讲采购的事情。生蚝买法国的，还有海参，乌参买乌参，还有子阳他今天要做员工训练，可是他的员工训练主题是什么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仲瑜，哎呀，我头好晕啊！仲瑜，你听我说、啊，你不用去上班了，从今以后，你都不需要去上班了。你乱讲什么？我不用去上班？你胡说八道啊！你我，哎，子阳、啊，你怎么到现在才进办公室啊？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妥了没有啊？哎，你现在去厨房看看人手够不够？去呀、啊！哎，浩谦，你什么时候来餐厅的？你跟我去看看会场布置好了没有啊？走。仲瑜，妈，你听我说，你要好好休息一下。妈，咱们回房间好不好？不要。仲瑜，妈，你们餐厅今天不是要开会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去啊？哦，对，要去。哦，对，妈、啊，我们今天要开会，时间到了，快点。对，走，要开会。那我就不陪你了啊！啊，再见啊！哎，妈，跟我走。哎，我们楼上开会啊。妈，来。今天啊，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签一份合同。那个合同我一签下去，这全世界的版图都是我的了。是啊，妈，你有领导能力，你最能干了。要开会了，你把所有人全部都叫上来啊！妈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都忘了，我们的会议啊延迟了半个小时。是吗？啊，哎，妈，这样，你呢先休息一下，等人到齐了，我来叫你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你去吧。好，哎，那妈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啊，你快去吧。哎，好，那我等会儿来叫你啊。啊，人到了叫我。哎。我的包呢？我看到我的高跟鞋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要跟厨师长交代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对了，厨师长。漂亮哦，配上酸菜，一定很好吃。一会儿呢，就烧个酸菜鱼头汤，帮若鱼补一补。平安怎么去买个白菜，到现在还不来哦？你好啊！哎，你好、啊！这是什么？
个圈子，一种文化，一味贪茶，一片天地。新菜单啊，不错不错，有奖。哎呀，夏菲菲，夏菲菲，我总算抓到你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这个凶手，你把我害得好惨，我要把你关起来。我没有害你，你乱说。你还敢说没有？我的鱼头，就是你夺走我丈夫的爱，你抢走我所有的东西，你还敢说没有？你不要这样子，我没有抢你的东西，没有。你夺走我爸妈对我的爱，你夺走我所有的梦想，你什么东西都不留给我。这个世界上既然有了我，为什么还要有你？你就是生下来跟我作对的，对不对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你好可怕，平安，平安，不要跑！爸爸妈妈说我把你丢掉，对，我就是要把你丢掉，我要让你无家可归，让你消失，这样子爸爸妈妈就属于我一个人了。平安，平安，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爸爸妈妈一直嫌弃我，说我处处不如你。就是因为你，我的世界才变得这么黑暗。我今天要把你变消失，变消失，这样子我的世界就亮起来了。我没有害你，被你妈妈讨厌。你还敢说？不要赖我，你还敢说？你活该！你活该！救命啊！活该！我说，救命啊！妈，妈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好疼！妈，你流血了。他说我害他，我没有。平安跟他说没有。王仲宇，你今天会变成这样，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不要再怪罪别人了。啊！我警告你，离我妈远一点。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妈，我送你到医院，走，我们赶快去。哎，别走啊！别走，你这个疯子！会啊！爸，护士小姐，我妈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快把她扶到那边去送。啊，你先去挂号，我去找医生来。平安，很痛，很痛啊！妈，你忍耐一下，我去挂个号，马上回来。忍耐一下啊！医生啊，帮董事长来拿药啊。是啊，上回出院以后，董事长这身体呀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哦，那改天我给董事长安排个体检，我帮董事长好好诊断一下。啊，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啊，不客气，我先去忙啊。谢谢。平安，啊，怎么了，夫人？我妈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我去帮她挂号。哦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夫人，我妈在隔壁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她一下，麻烦你了。哦，好，好，这前面右拐啊。好。啊！来扶一下，好痛。这终于，怎么那么心狠，把你弄成这样？放心，伤口不深，消炎针也打了，不用担心感染。谢谢。伤口要包扎，马上给你止血。来来，我来帮你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小心一点。好。慢一点。
么时候有的？我小时候就有了呀，很丑是不是？我一直想把它搓掉，可是都搓不掉，好讨厌。我也想要洗干净，妈妈，你帮我把它搓掉嘛。哎，夫人，你不舒服啊？孙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没事，赶快包扎起来。宝贝啊，你这个胎记呢，千万不能擦掉。万一哪天你走失了呢？妈妈可以找到你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夫人，那我先去忙了，有什么事再叫我。谢谢。孙妈妈，谢谢你来陪着我，帮我的忙。没事，举手之劳，痛吗？好多了。难道他真的是？菲菲也是新加坡华侨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孙妈妈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刚刚是不是也不舒服？一点点头晕，没事的。哦，菲菲啊，你是哪里人呐？我在这里生的，应该算是本地人吧。那你还记得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？我脑子不好，我记不得我生日了。啊，可是我记得，每一年过了中秋节以后，我就有鱼头可以吃了。吃鱼头？那是妈妈的味道，我妈妈煮的鱼头可好吃了。你过生日的时候，爸妈煮鱼头给你吃？我闭着眼睛就可以把鱼头吃得很干净。我小时候练的。哇，好香啊！妈妈，我可以吃两碗饭哦。可是。我后来一吃到鱼头，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，就会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。常常吃着吃着，想着想着，我眼泪就会掉下来了。你爸爸妈妈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跟他们分开了。我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找他们，可是都没有他们的消息。你们为什么会分开呀？我出去玩，走丢了。我一直哭，一直喊，可是我找不到他们。你是怎么走丢的？你那时候几岁啊？我好像是10岁吧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走丢的。
听了你说的，我心很痛。我知道了，孙妈妈，你是不是听了我的故事，所以很难过？你不要伤心，我很勇敢的，我很努力把平安照顾好，也把我自己照顾好。这样子，以后我找到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他们看到我这样，他们就会开心了。你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别伤心了，别难过，别伤心了啊！我不难过，不难过。你流了好多眼泪。好了。你还是先躺下休息一会儿吧，孙妈妈在这儿陪你，啊，来，啊，躺下吧。好。这个就是我要检验的，多久时间才能检验出来？很快，两三天就可以出来。好，那就麻烦你尽快的通知我。好好，你放心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平安。平安，王兄，你妈她怎么样了？她睡了。那仲瑜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平安，来，我问你，平安，你说你这孩子也太粗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当时怎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那个王仲瑜已经疯了。你年轻啊，你是不了解女人，这女人一旦妒忌起来，连宰十头牛都不成问题的。最可怜是你妈妈，你说遇到这么一个疯女人。哎，平安，我要叮嘱你啊，以后呢你一定要跟紧你妈，千万千万不要让她一个人。我知道了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是我的疏忽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别太自责，好在呢你妈没伤得要害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们去看看她，看看他醒了没有啊？走。平安。哎，孙夫人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我去跟认识的医生打个招呼，让他好好照顾菲菲。王叔，今天幸好有夫人帮我照顾妈，我排队排了大半天才缴完费呢。哦，是吗？谢谢，谢谢你啊。平安，菲菲把你教育得真好。你既懂事又贴心，也肯吃苦耐劳，孙奶奶看了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平安，你们家移民到新加坡有多少年了？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个？因为跟你们很有缘，这
对你们家的家世背景我一点都不清楚，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啊。您太客气了，平常都是你在关心我们照顾我们，我们家哪有什么家世背景可言，妈妈从小被领养到新加坡，我是在新加坡出生的，算一算我们住了快40年了。那家乡还有其他的亲人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听妈说外公外婆就她一个女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妈好像说过她还有个姐姐。她还有姐姐？正确来说应该是情同手足的姐姐，是妈小时候的玩伴，妈也很想念她。不过妈说他们走失的时候老觉得是姐姐不要她了，常常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。太像了，太符合了，太像了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平安，能遇见你们我好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好开心。啊，平安，那个你不是约了那个经销商吗？要谈生意，你赶快去，别让人等着。你妈这儿我来看着好了啊。对了，我都忘了，王叔夫人，那我妈就麻烦你们了，我先赶回面馆。啊，快去吧，别迟到啊。啊，路上小心点啊。你看，我先去。若雨，雨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收拾完东西，想回来看看小珍珍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决定回来住了。哎，来，吃水果。哦，我不吃。我最近在减肥，导演天天骂我是小胖子。你这儿哪叫胖啊？别听他瞎说。若雨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什么事啊？要出去拍戏了，要去3个月。这次角色很重要的，不是群众演员了，我很想去。你也知道，这种事我不能跟大志说，我们俩现在一见面就吵架。可是这一出就3个月呢，那小珍珍怎么办啊？雨乔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得好好想清楚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，戴维争取了好久才争取到的。这乌晴不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吗？你怎么还在怪我哥？你跟我哥本来就闹得很僵，你这一走3个月，你们之间裂缝会越来越大的。我们之间的裂缝已经很大了，我们一见面就吵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过不下去了，我现在这么决定，也是为了给我们都找一条后路。若愚，我觉得我还是离开一段时间比较好，这样你哥哥就眼不见心不烦，我们大家都会过得舒坦一些。小珍珍呢？他在楼上呢，刚喝完奶睡着了。哦，要不我还是不去看他了，我怕一看见他我就会舍不得走了。若愚，小珍珍就拜托你照顾了，你替我告诉他，妈妈要去外地工作了，让他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千万不要生病。等妈妈赚了大钱，一定会回来接他的。
别说了，我还要赶紧回酒店拿行李，一会儿还要赶飞机呢，我先走了。若愚，谢谢你。雨晴，雨晴。威哥，雨晴要去拍戏了，你快点去阻止他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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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看！雨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去跟咱妈说，我要娶你过门。嗯，太好了！我爱雨乔，我会好好照顾她，我会一辈子用心的去照顾她，我会赚很多很多钱养她，我会让她一辈子开心幸福的。秦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无数次的打电话给你？你为什么会先给他？为什么？周雨乔，我当初考不上会计师，是不是因为你？